哔哔哔又哔哔哔，怎么？你的跟我的，1.27啊。你现在上面直接写供电照，我第一次看到。嗯。啊，走左边吧。走左边吗？因为那个在左边。右边这个，我觉得我好像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顶到，我觉得我脖子这里很里面很紧，好像被什么东西卡到了一样，很难受哎。我看一下，我检查一下，我的上衣，我的有帽子的，它整个那个拉链贴着我的喉咙，然后贴紧紧贴住，然后又有喉咙卡到了我。等等，我在回想我们上过厕所吗？我们上过厕所哦，好饱哦，糟糕！今天这个，我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吃两个饭，你知道吗？嗯哼，两个饭我们会太饱。哈，我觉得两个饭太饱，太饱了，太饱！平常都一个饭一个面，这还可以，他两个饭不行啊。害我这样今天有点吃太饱。不行不行，可以吗？好像又下更大，又更难推，会吗？没有了。然后又下很大，更难推。这样很大，没有就跟早上一样。
刚背包气没有挤很掉，所以现在很松，还是什么？对啊，结果反而变气垫嘞，坐起来还蛮舒服的。嗯嗯，它是防水做太好还是怎样？气垫还在带，因为就卷起来了没。但是人家那种防水包好像，它扁掉了，它扁掉了。防水包好像也是都这样，扁了。上次我们去粉鸟林哦，还是什么郭里还是谁，好像带一个。累，累，哦，步到不行。
下当学到的，你觉得吗？很少哎、欸，这只是刚好而已。平常都叫大家不要滑，因为柱子下他们还是要绑那个防撞的，那都会绑啊。你是说是因为 要让大家滑，所以要绑？平常没在绑。下去吧，是要去那边吗？啊？你是要走，你还是要走这个？对啊。哦，好。还是先去滑下去。对啊。对啊，我是想这样。但是我现在滑过去就累死了。好冷，动一动。太冷，太冷，跳不动。
开动一动，让身体比较热一点。这样，你裤子好像没拉好耶，你一只脚好像在鞋子以上耶。糟糕了。你常常这样耶。对啊，幸好体外 OK。你血先拍掉，以后再拉。你常常的裤子是就是拉一半。啊，为什么要用手？因为这个很精细啊。哦。那么长的裤子没穿好。你先啊，我会挡住你吗？那我要先后退。我觉得我还有点太饱。打嗝都羊肉味。
你要检查 GoPro 吗？好像没有。你好像一滴在左边，偏左边，看得到吗？可以。你要在缆车站等我，因为我一定到不了。你就先走啊。我先走啊。
代谢吗？你说退退啊？没有，就有一好没两好。真的觉得我快累死。上面好滑的时候，下面要推；上面不好滑的时候，下面不用推。他推过去，那个也累啊，上面也累啊，推去头的地方也累啊。对啊，好了。好累啊。很累啊。嗯，我就这样推很累啊。那就。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平滑的时候我脚是不是在刹车什么平滑的时候、哦、那我没办法看得出来、嗯、手都热了、嗯、你手热的吗温我手热的刚才觉得冷现在不冷了、嗯、因为太累了
长一点是不是？我挡路。我滑得轻松。哦。你先，我先。你可以先。那么深的进去，只要不倒的话，它对啊，就撑一下啊！你刚你刚刚有看我撑一下吗？这样，呼，对啊，要花在这里，这样，前面好像是，嗯，对啊，虽然我们知道前面，嗯。不是眼镜雾哈，不是。看得出来。你要先走吗？你先。啊？你会看不到我的。然后嘞？那我也帮我停在。没关系啊，不用啊。陷进去的话，左右两边减速还蛮多的。嗯，你也是吗？还好。我刚刚只是就要打了要打了，然后就坐下去，所以还好。
休息一下。眼力应该渐渐的在锻炼中，是吗？看得出那里吗？比较少人去吧。对啊，就理论上现在的我们去到那里也不会有事了，就不要惊慌，撑过去。对啊，你的板子会支持你。你要去冲那边哦？不是冲啊。休息，要推推啊！啊、哦，好，想到就累。短暂的快乐后面是累，想到真的就累。啊、嗯，不管多远。我都觉得已经好像很远开始冲都没有用，快走哈！差点摔倒。差点摔倒，已经都是最紧的，我看看上面的。那你能不能加扣一点？当你的脚需要更多的控制力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哎、欸，我好像可以扣紧一点。啊！但是我手没有力气把它掰下来。
抽血，抽血，我坐下啊。可以吗？可以。是右脚吗？对啊，我的最上面那个完全是松的，然后我的脚就在鞋子里面走。靠近点，靠近点。啊，怎么办？换这一脚。你呢？左脚也要。都。哎呦，好啊，怎么还没压到我的棒棒？好，走了。是吗？差一点就压到我的棒棒。你这样子会不会那个、啊？翻不过去啊。嗯。那我怎么办？爬起来再换边啊。嗯。有可能哦。好麻烦哦。啊，可坐着好休息，好累啊、哦。就是脚在乱动，很烦。啊。喂。干嘛？这样可以吗？干嘛？拔起来。拔拉我，你再拉我。不用了，我自己爬起来。哎呀！那我看。厉害厉害。我本来就爬起来啊。看看这边。也可以靠近一点吗？还是那我就要倒这边坐。那我。或者是我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踩那边。好，这边坐。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是坏掉的那个，没有办法再更紧。哦。上面可以。嗯。你的那个最上面的袋子可以再绑更紧。这个有用吗？魔鬼毡有哦。那个壶。好，或者是算了，你已经扣紧一个，那就这样吧。扣紧了。啊，让我再休息一下。嗯、想到待会要推半天，我脚就酸。大喘气一下，我身上有很多血吗？有啊，我觉得凉凉的。啊，背包的部分你抓了你的两个黑背带，咬咬，我来咬。哎呦，嗯，其实帽子里也都是，但是没有办法，一点点。你有觉得冰冰的感觉吗？对啊，就是其实那里都是，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围起来了，所以没感觉啊。因为那是你的那个头套以外，所以算了，没差了。嗯，走吧。
累死了，好累哦。要是它会更快的话，
那我就进松雪的地方，它就会慢下来了。嗯，然后现在也知道进去不会扑，进去也不用用力，进去要顶住而已，要撑一下。对啊，所以开始有点习惯了。你的就是在电源状态，你的就没事，我的应该也不用拔在上面。那我的呢？我的有写。你的因为上面根本就是插头，完全不知道它判断方向。他要去哪？他要去包棒棒。哦。他要去包去。他走那啊？
去别的地方。你要去看它被装在哪个宿舍上吗？没有。哎、欸，不好拿、欸，会不会飞起来？飘哎、欸，会飘。对啊，不好安全。超太深了，我起不来，拉不出。因为我一插进去了，然后就出不来了。好。哎呦呀，又插进去了。我看看这样可以走多久，值得哎。下你就会前进了，然后后面，没有了，是我想要坐下。哦，好、啊。
但是我会不会又让勾破沾血啊？没有，你没有被沾到。哦、oh.。好轻哦！想到前面要退好嘞，是哦，我好像退步了。这一次就休息，先休息好了，为了休息后可以多滑一趟。
才刚吃完饭就要休息。好，再一趟。什么八字形？八字形很省力啊。劲松穴有动力，太好了。
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好玩啊，不好玩，我很累，都花力气在这个，我不想弄了。这么多力气就浪费在吹这些，不好玩。那你还说我前两天骂他骂的要死？不是这，但是你也一直坚持要留在这，我们不能去找别的路，有没有可以滑，然后滑下来就坐缆车的嘛？一直玩就很累啊。餐厅休息完之后，就去我们看那个有人要推去右边的那个缆车。那个就是它旁边的啦，那条跟这条滑是一样的，只是那不然就是比较低的出来而已。不然就是餐厅出来找一条路去Gondola的那个地方。那我们，但是那个Gondola你有没有印象？一出来也要推一阵。不是，回来的时候我们时间快要来不及了。Gondola应该也是快要三点半的吧。看今天出来都几点？啊，好累啊！
就休息啊，然后再来找路啊。我找路就来不及了。这里要到三点，再进去一次出来，连缆车站都到不了。那你是希望我们现在就重去一个可以去别的地方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梅花的路线大概只剩下一两条了。有。其实也没多少。走。我们会不会太挡路？再靠边边一点。还好吧。这样子过去是红的啊，那要不要你们也要啊？要。然后我们没有去过的，往上都是花园系列。然后最下面的话，我们坐过这个红楼。我觉得来不及，现在你说怕回不来了？中学回去啊，就回家了。回去了，没力气了。你可能还有啊。我没有，没有。中学不是吗？
天这不是用侧边，今天就是用上面。你呢？啊，大腿。掉的、啊，这是我的。刚我也是说，哎、啊，这里，他这是我的。哎呀，你完全不知道你哪里掉的吗？不知道啊。哎、欸，好怪，没感觉。多的天数吗？还是你比较久？你说距离还是滑雪天数？滑雪天数那我比较多。哦，跟你差不多啊。对，而且你还在练那个落叶飘。哦，还在练落叶飘？有没有指导他 S？ S？ S 有啊，我在跟他一起练 S， 那我已经练起来了。哦，真糟糕。我要拖鞋帮忙吗？不要。到哪去？你先去，你先去。好 ，OK。你怎样？你到底怎么会跑到这里面来？我就是要电脑啊。你要刹车啊、哦？对啊。完蛋了。我刚刚我觉得我的板子是白色，也有点糟糕。我刚刚在上面刷的那次，我也是摸不到板子，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你插多深呢、欸？因为我的轨迹都找不到，然后他刚一推过就更看不出来了。会这么远吗？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我看无范围线，我现在至少那一根踏住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摔的啊！往前扑啊！
趴下去找一找啦。会不会在更上面？这边我都有在搓，都没有搓到东西。这边我搓。不要，你都不要动。我就会不会是前面就插着，所以你就翻过来了，所以在这里。两只脚差不多距离。那我插的时候，我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那边呢、欸？啊？会不会那边？哈？哎，小。休息啊，也没有我帮得上忙的事情。我就是要慢慢的恢复体力，然后穿上就好了。
掉收雪的雪板好可怕啊，真的是不知道。哦，更难哦。啊？不过他们通常会滚一圈，掉高。他们没那么容易脱板吧？不可能脱板。对啊，所以他们应该还好。热，你会不会太冷？不会。你还要再滑吗？再休息啊。再休息。我是说，用不着滑回旅馆了，先休息再滑回旅馆。就这样，就结束了。对啊，我没有要再滑了。为什么？没力气了啊。哦。吧，我刚就是觉得爬着它我也有点没力气了，因为我都一个 C 就停下来了，一个 C 就停下来，我没有办法连续动作。坐在旁边休息有差。我现在还在大腿上。出来了吗？啊？没事。什么？
管到爆。今天没有用小腿，今天是打的，一夜都在，可能都在这样偷偷往后躺，躺着这样，大腿酸死了。哎呀，我今天也受。我的，想到就痛苦。休息就可以了。我坐在地上，我只要坐着休息，可以了。啊？就对啊，不行啊。
可以吗？我觉得我只是需要假消息，但是上厕所，你还要上厕所你就去。我只是懒得在那脱啊穿的。啊，那把那关掉一下吗？我会不会关掉？开着没关系啊。真的吗？对啊。我要坐。让它热热。我要坐着。膝盖痛痛的。你不用啊。哦，我脚酸，酸。是刚那一次吗？不知道。现在是有一个肌肉酸酸的，有点酸痛程度，但是其他的肌肉还不知道。其他的肌肉现在感觉不错。现在几点？应该3点多一点吧。那时候把手套拿掉。你说什么？那时候把手套拿掉。我想要让手臂的热气散下。也很热。也不是很热，应该是说避免等一下太冷，里面排汗让它排一排。我看一下现在几点。其实已经3:21了。我说其实已经3:21了。对啊，回去也差不多了。是啊，痛了，痛了。相信他第五天就会好了，明天应该就会更好了。之前我也有跟你爬楼梯，我觉得今年都什么都没做，就骑脚踏车，我骑脚踏车骑的比你多，只有骑脚踏车，所以骑脚踏车用电，还是有出力啊。所以这个快要不营业了，你还要再玩一次，你可以去，我就坐在这里等你。你说什么？你如果这个应该要不营业了，你要不要再玩一次？我想要玩啊，我又没力还玩，我力气留着回家用就可以。回家那个红波也，红线也是要得花点力气的。我真的应该40-50是花在这个啊，40-50合成花在这个，40-50这样，花在这个。花在这个溜回去的力气，我花了40-50，好吧，40-50有点夸张，30-40有。我很累，都很想放弃，停下来用走的。那你看起来好陡哦，那哪里来的？但是那个是，看起来很陡，看起来很陡，哪里来的？那
那个滚嘞、欸，滚嘞、欸，它滚的直直下来，它滚了两三圈，它直直下来，就是我们温度计出来推出来的地方，它直接从那边钻下来就是直线，哦，然后我们绿的话是拐个弯，哈哈哈哈哈，它刚翻了三四圈嘞、欸，好可怕哦。你都不用坐下来哦、喔，坐下来很舒服哎、欸。那走了。我在让眼镜里的雾透一透。我眼镜起雾啊。哦，你要进去喷一喷吗？要不要？反正我坐在这里散热休息，你可以进去弄。他放弃了，他拿起来用走的，的确用走的是正确的选择。而且我们的鞋子那么好走，为什么不能滑雪穿那种鞋？如果能就好了，因为不够硬，不够提供我们转的力道。嗯，但那种鞋好舒服，头又好可爱哦。但是你也试过了，我摔死了，我摔死了，膝盖跟屁股都受伤了，大腿侧边也受伤。不知道为什么会摔到大腿侧边啊？明明板子长那样。我记得我也有撞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哦，就是用屁股顶地上。我根本还没有试到它的核心呢，我连那种四号缆车的程度都没有办法。就还没有学习啊，连落叶飘都不会。不过至少体验了，知道摔有多惨。要走了吗？都可以啊。我也在休息。站着休息。对啊。坐下来也比较舒服。不是，我现在怕一坐下的话，就是脚跟或什么其他的。当然要，不然怎么下来？啊、没找到的话，我就是飞下来的。OK， 那我再去找合适。哎，拜拜。头发收不进去。快一点，他来不及三点半了啦，还在撑。我说他还在慢慢撸，他快要三点半了。他要去做吗？他要去做，他想要再一次啊。对啊，那一定好玩的、啊。好好玩。可是他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我觉得我还没有冲百分之百稳定在刚那个线上。嗯。这没有百分之百的，只是我突然又回忆起那时候在白马的跳跳，不要害怕跳跳的事情。哦，那个的正确方法是用跳跳，左右跳，其实就是类似小转的滑法的话，就会很稳定的。对啊，就跳，要会跳，而且没有，而且它会滑一滑，突然动掉了一阶，吓一跳，然后又会吓到。对啊。好了吗？都好啊。那我带我先爬起来。啊、站着。
觉得它的好像手套有点硬硬的感觉，结冰了。虽然我怀疑，但是其实它只是塑胶那个。谁在传讯息呀、啊？你有觉得你来这里收 Frank 怎么样？啊，你说什么？我的 Docomo 没有问题，你的 收 Frank 还可以。力气滑，刚刚完全没力，不想再滑。那这个时间点千万不能接近，对吧？因为我们都没控制力下降。我看那个树叶，我以为谁掉了什么。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走。
用到的肌肉真的不一样哎、欸，酸死了。我自己想要动它呀，好、啊，好、啊，啊，不受控啊！你没有觉得他很不受控吗？不知道，我只是直直滑下来，回去看一下才知道。穿着、喔，很帅哎、欸！帅啊！休息好再走。每天都要拍一张今日羊蹄山。
什么都看不见。灯好像要亮起来。嗯。不受控的脚脚，真的累了，累了。没有、啊。没啊，你还想啊啊？算了。那条路我不喜欢，要走别的路。啊？不是，这我其实滑那个松雪，我觉得很好玩，跟那个隔壁右边的，无论左边右边都好玩。但是下到下面要滑那平的，我就很气。没有办法。我很累。没办法。我累。我不想要我的力气花在那大腿的那个能力肌力有限，不想浪费。哈？要求他们改善。重复他。你要在前面吗？对啊。什么意思？没力气。下去了。对啊，酸死了。就是冲过缆车站右边下去嘛。对啊。这也要冲吗？在那个电灯之前，脚冲一脚。第二个电灯是不是？平地的第一个。不可能吧？那个太前面了吧？那边就来不及了吧？你说会来不及吗？对啊。应该还好，应该会有时间。反正你先别管。我拼了。我觉得我刚时速应该很高。你有看到我冲下来的？没有，我自己忙着慢慢想。哈？又不想花力气。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己开始笑，因为。觉得我如果一分心，我就啪啪啪摔在地上，我这样走更远。要专心，对吧？要专心。哦，烦死了。
向下也不会动哎、欸，啊，你不会动，这也不会快到哪里去、欸，是啊，对啊，哇，站着就好了。好多枪的感觉。
上玩一颗，而且我还会往我脸上飞。然后第一次到我们街是